站的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龚鹏。我想要音乐可视化，然后我就想把所有的一些经典的曲目也好，一些经典的作品也好，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给它呈现出来。你要可视化就会，我会需要很多舞台的特效，然后甚至于是视觉效果，甚至于是说一些机械效果。我们一共光屏幕就大概达到了2000多3000平米的面积的屏幕。有6台喷火机，60个点的省时烟火，16台大厅，4台台炮机，8台大厅，4台天窗，18台电子喷泉，4个升降，隐藏式轨道，能够去满足我们的一些拍摄需求，让音乐变得更好看。因为当我们选择了像全游、哈利波特、魔兽，所以为了这几个经典 IP 的东西出来，我们就先定了我们要交响乐团，我们改编了一大批歌曲，改编完出来之后，变成一个以交响乐为主或者为辅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。B 站先定了整个晚会的主题，叫2019最后一夜，我们就会分析出来是说，在2019年确实有很多东西是今年哪吒爆款，流浪地球2019年年初的开篇的剧作，全游最后一季，魔兽15周年，英雄联盟中国队获胜，所以这些点正好是卡在这个点上，所以我们会把他们这些节目全部邀请来，去来去在舞台上。魔兽我会觉得有挺有期待一个节目。复刻了全套魔兽服装，为了这个节目真的是重新写音乐，然后把魔兽音乐跟我们的音乐混在一起。我会说大家满意吗？虽然是2019的最后一夜，但是我也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能够跟大家继续见面，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看这台晚会，不要diss我。